在说什么呀，小朋友？爸爸，你觉得你今天心情很好哦？你会不会咬太大口了？你还要？你有吞下去吗？一直咬。你喜欢吃馒头、哦？怎么给我蛋掉？你在玩新玩？你在跳舞吗，小朋友？你喜欢你的新玩具吗？你自己坐在地上看书啊，小朋友，是不是？你坐在地上看书哦。你今天吃什么？麦当，吃麦当哦。看，你怎么吃的这么凶狠？你给我丢下去！这样为什么很好玩？这样好玩吗？这样什么好玩的？吃花椰菜不行啊！你不吃这个，先吃完吗？妈妈吃完再吃，先吃完吗？我们来水杯好不好？跟着你喝，这边。棒棒棒棒，爸爸就是妹妹。棒棒棒棒，爸爸妹妹。小朋友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家的桌巾会在地上啊？啊，小朋友，可以看着我回答吗？啊？哦，你拉的哈，是不是你？是哦。哦。咦，麦飞，这是什么？新玩具吗？咦，惊喜箱，你要不要摸摸看里面有什么？你怎么一直看外面？看一下嘛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擦掉了。妈咪做的玩具啊。他不太想玩的样子。我们来摸摸看里面有什么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哎呦，雪橇。这是什么？在哪里？里面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东西在里面？有什么？球球，香香，你在摸什么？有什么东西在里面？哦，你摸到一颗球球，还有一个积木啊！还有什么在里面？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啊？球球？啊？球球出来了！熊熊。小朋友，你现在很嚣张哦，说战就战了哦。菲菲，很会战哦，是不是战得很好？
你呢，棒棒？你擦口红啊？你怎么擦口红？你今天怎么穿这么可爱？看看，还有，妈妈。你第一次来幼儿中心，你好不好玩？你要去，你在看姐姐哦。请问一下，你是自己来玩还是女儿来玩？谢谢你在飙车吗？